耳湾还有109万的三房全新小独栋，很多人说连排可能都不止这个数吧。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这样的小独栋，而且呢，这个小独栋是可以步行的去学校、泳池、会所、公园的。我是在耳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跟大家又见面了。这是个三层的小独栋，一进门呢，左手边就是这样一间独立的卧室，配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咱们看它这个窗户做得非常的大，采光很好。这个房子呢，它是有三个独立的卧室，每个卧室呢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。一楼呢，这是有一间卧室。现在呢，咱们出了这个卧室，看一下，在它的左手边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标准的两车位的车库。而在车库的旁边呢，是这种挂衣服的壁橱。咱们通常是从这个车库进家的嘛。现在呢，咱们上到了二楼。二楼呢，就是一整层的这样宽阔的一个大客厅，还有厨房。同样呢，它也是设计了这种超级大的窗户，让整个屋子呢显得非常的亮。而且呢，二楼呢还有一个大阳台，这个阳台呢它是不算到这个面积里面的。这个房子的另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的层高会比较高，非常的舒服。现在呢，咱们去它的大阳台看一下，这个阳台的面积非常的大，在这里呢喝个茶聊个天，或者跟朋友摆一桌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而且咱们看这个阳台是有顶的，夏天呢也不用担心这个阳光会晒进来。而且呢，这个阳台是三面都通风的，所以呢有风的天气吹进来会非常的舒服。现在呢，咱们上到了三楼。三楼呢是两间卧室。首先呢，咱们看的是它的主卧。主卧呢同样是延续了这种大窗户的设计。咱们呢现在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，配备了这种大的站浴，还有双水盆的一个设计，并且呢还有一面大镜子。这个大窗户真是太舒服了。咱们现在转过来呢，看一下这个主卧的衣橱。其实这个主卧的衣橱并不大，整个房子呢，它的空间利用率非常的好。整个房子呢是1640尺，三房3.5卫，这里还有独立的洗衣房，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这种左右放置的。这里呢是次卧和次卧的一个卫生间，同样它的面积都是很舒服的。一个好的户型设计呢，它可以把这个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，让居住的人呢会感觉非常的舒服。但是呢，它又不需要很大的面积，可以降低成本，所以呢就带来了一个极致的一个性价比。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呢？值不值呢？你喜欢吗？欢迎留言，感谢您的观看。